默默在做什么？真香！这闻起来像，坏掉的臭豆腐。再加上油漆和臭袜子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江里停水了。哎，不过是停水，有必要这样尖叫吗？哎呦，还好没发生什么大事。什么叫没发生什么大事？今天是我最好朋友的生日，我可得在派对开始之前把蛋糕做好。这是蛋糕？我可是在蛋糕里加了朋友最喜欢吃的东西，有小龙虾、巧克力、辣条、榴莲。恶心！哇，真好，我也好想吃啊！真是惊人啊！不，我是说精彩的配方。可是蛋糕才做到一半就停水了，你们快帮忙想想办法。这停水了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侦测到212号空间缝隙了，太好了，可以逃出这个毒气厨房了。神机手，你说什么？喂！212号空间缝隙就在水厂里。哎呀！停水很可能也与空间缝隙有关。长臂、神机手、海城，你们负责检修停水故障，霹雳炮和我去修复空间缝隙。啊！我想去做修复空间缝隙这种大任务啊！走了啦，说不定会有更大的任务等着你。还能有什么比修复空间缝隙更重要啊？哦，我们的客人到了。变形联盟，我西卡可是替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希望你们好好享受。啊，巨能霹雳炮，小心！雕虫小技。又是浩凯新干的，为了阻止我们还特别改造了通道，也真是辛苦他们了。哼，变形联盟，我们走着瞧。普利士为什么叫我来修水管啊？真无聊。哎呀，不是修水管了。长臂，你别啰嗦了。平息室的停水看来是这个地方的堵塞造成的。长臂，你下水去移除堵塞，我得留在这里彻底检查整个管路系统。啊，为什么是我呀？不然我俩交换，你来检查。哦，忘了你不会了。知道了，就当锻炼了。神机手，你真不来一起游泳吗？我就不必了。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西看看，别吵了。找到了！哎呀，我说神机手啊，你派这种任务给我，简直侮辱我的实力。你应该啊！裂缝爆长臂，你能不能安静个5分钟？我2-3下就能搞定。这，终于来了，让我等了这么久，真没礼貌。来的正好，我正无聊呢。裂缝爆长臂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快回报！没什么，只是浩肯星的。
能不能安静个五分钟啊？我这么优雅的机器人与你这么粗鲁的家伙过招，真是你的荣幸。哎呀，你的机甲怎么这么脏？哪里哪里？上当了吧？你让我来教教你什么叫绅士的打斗。机体还是不稳定啊，我在水里不占优势，得快点上岸。烈风暴长臂，侦测到你的机体受损，长臂，长臂。竟然被他们先到一步。住手！你们是？是变形联盟？这家伙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枪械普利士，别轻敌！这个大家伙虽然火力很强，但反应很慢，我们一左一右快攻，就这么办。糟糕，又出现了不稳定现象。撑着点，一举击败对手。嘿，这样裁决，雷鸣火轮，下次就不会这么容易了。动作快，我们得修复空间缝隙。再见啦。高等水晶手，你不是不下来玩水的吗？你们这些家伙都是莽夫，根本不懂打斗的艺术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再见了。现在我们的机体还不够强，若是一对一作战，获胜的几率只有20.3%。必须快点找到让机体升级的办法。来来来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的朋友今天感冒了，生日会取消，这表示我们可以一起品尝这美味的蛋糕了。耶，太棒了。西市的正中央出现了沙漠，专家判断可能是海市蜃楼。海市蜃楼？那是什么？海市蜃楼是一种自然现象，由于光的折射和反射，人们能在空中或地面看到虚像。既然叫海市蜃楼，不是只会发生在海上吗？不，只要气象地理位置符合条件，海市蜃楼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。
古人不知道这种现象的科学原因，想象这种虚象是叫做蜃的海中蛟龙吐出的气息，海市蜃楼也因此得名。人类的科学和文化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探究。不能吃的我都不感兴趣。你们看，不过怪异的是，这次市中心出现的沙漠似乎不只是投影，民众居然能直接走入沙漠中。哇，地球的海市蜃楼这么厉害的吗？不，这肯定不正常。啊，侦测到市区出现46号空间缝隙，我们得立刻出动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在市里的沙漠不但看得到还摸得着，这表示这片沙漠并不是海市蜃楼，估计又和空间缝隙有关。哎，我还是请老爸帮忙调查清楚吧。老爸，你能听到吗？我已经知道了，现在正在进行分析，有进一步消息会立刻联系你。那就拜托了。普利士，你看这些人看起来很奇怪啊。你们别过去啊！这，他们消失了。是普奇威叔叔。分析结果出来了，这片沙漠并不是海市蜃楼，而是空间缝隙导致的空间转换。也就是说，空间缝隙把沙漠和平行式的地貌互换了。是的，真没想到空间缝隙有这么大的能量，真糟糕。还有更糟糕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救救我！不好了！才刚开始。谢谢你们。变形联盟，你们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好好玩一玩吧。海城，你快躲到安全的地方。就来你们两个小喽啰。嫌我们太小吗？那我们只能让你满意了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
的真正实力。战神之怒，强袭普利士，你没事吧？集体不稳定，越来越频繁了。我们得分散他们，这样或许能将胜利几率提升到60.8%。变形联盟，你们聊够了没有？要是害怕，现在投降还来得及。一定要拼尽全力，分开喧哗和吵闹。风流星，跟吵闹分开之后，你就只有这点能耐。逆风暴长臂，别轻敌。超速裁决，这数据确实不乐观，你们每战斗一次，机体的稳定度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。根据我的分析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的机体损伤程度很快就会达到100%。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你们很可能就要完全失去战斗能力了。不能战斗那怎么行？这样谁来保护地球？难道只能把我们的家园拱手让给浩肯星人吗？嘿、hey, 我们可是变形联盟，可别忘了我们的誓言，永远不放弃希望。普利士说的对，现在就无精打采等于未战先降。说得好。好，就从明天开始进行降低机体能量波动的特训。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